主世界里边所有的 boss 全部都已经收集完毕了，像凋零、寻声守卫，还有这个远古守卫者。末影龙确实没有办法收集啊，兄弟们。那我们这一期呢，就开始收集飞行生物。在我的世界中，可以在天空中飞行的生物呢，除了我们已经收集到的鹦鹉，还有蜜蜂、蝙蝠、月灵以及这个幻翼啊，当然了，还有脑鬼啊。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幻魔者，脑鬼就不需要收集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下蜜蜂的命名牌，就开始收集蜜蜂了。我们首先来收集这个比较容易的生物啊，比较难的生物我们放在后边。收集蜜蜂的话，我们需要采集一下这个花朵啊，因为这个花朵呢可以驯服蜜蜂，驯服了之后我们用拴绳就可以把它带回来。哎，话说拴绳的话我好像没有带啊，还需要回家取一下。哎，不对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的拴绳哪去了？不会被苦力怕炸没了吧？我记得在箱子里边。哎，难道说我放在了潜影盒里边？看一下这个，哦，果然六个拴绳没有丢啊。好的啊，白回来了一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去寻找一片丛林，我们去收集蜜蜂。好的，前方发现了一片丛林，丛林里边应该是有蜂巢的，有蜂巢那就有蜜蜂。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有没有蜜蜂啊，脚底下的这个花朵我们也多采集一些。哎，我看到了蜜蜂啊，不急，我们先把这个牡丹花采集一下，这个东西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啊，可以放在这个蜜蜂的生物展览馆里边。好的好的，我们来溜达一下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蜂巢。这边有很多南瓜，怎么一个蜂巢都找不到呢？兄弟们有点反应啊，这么好、哦、看到了。好的，小蜜蜂不要跑，给你最喜欢吃的花朵，来一个。哎，好的，我们用拴绳把它拴起来，这个蜜蜂现在就归我了。附近应该还有啊，兄弟们，一个蜂巢最多可以有三个蜜蜂，我们找一下。好的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现在我们有两只小蜜蜂，再找一只就够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来。哎，哦，它是这两个蜜蜂生的孩子，这你感兴趣兄弟们？那我们直接用这个拴绳把它拴起来就好了。来来来，一共三个啊，走吧，我们可以带他们回家了。走走走，和我回家，这边离我们家并不是很远啊，走一会儿就能到。好的，兄弟们，三只小蜜蜂已经成功被我带回了我们家，现在呢，我们把它关在我们的生物展览馆里边，就在这个房间吧，这个房间目前没有。哎呦，这个寻声守卫是真的反应啊，只要距离比较近他就会给我们施加一个黑暗的效果，这个效果是真的难受呀。来吧来吧，进来吧，来来来。哦，对面的南瓜头配上这个氛围啊，确实有点恐怖。来，都进来，还有一个，来来来，进来。好的，把他们放在这里之后我们可以给他装修一下。来吧，给他们命名，三个蜜蜂一个都不能少。这个守卫者又给我施加了一个挖掘疲劳的 buff， 兄弟们太后悔了，早知道我们把所有的生物收集完之后再来收集 boss。 这个凋零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个阴天的效果，而这个寻声守卫呢可以给我们一个黑暗的效果，而这个守卫者呢又会给我们一个挖掘疲劳，特别难受。算了吧兄弟们，我想了一下啊，我们还是把这个生物展览馆向下移动一些吧，因为这个效果真的是太难受了，我们离他们远一点应该就没有效果了。先找牛打一些牛奶，然后把这个挖掘疲劳给它解除掉。我们下来之后在这个下界生物这边再开一个通道，然后呢离这些 boss 越远越好。哎，兄弟们，凋零，哎，岩浆怪他们又回来了，还有这边的烈焰人，上期的话明明他们都已经消失了呀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我卡了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视频，这三个生物已经消失了，但这一期他们又回来了。我发誓啊兄弟们，我绝对没有用刷怪蛋，但是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受不了。哎，算了不管了，又有挖掘疲劳了，我们先把这个通道给它拓展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又开了两个房间啊，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小蜜蜂关在下边的房间了。这个距离比较远啊，我觉得这个黑暗的效果施加不到这边，但是这个挖掘疲劳还在啊。好的，用玻璃给它封一下。房间搞好之后呢，我们用精准采集的稿子来搞一些草方块，用来装饰房间。再来打些牛奶啊，要不然这个挖掘疲劳的效果真的是顶不住呀。来来来，直接飞进去啊，不要让它施加效果。哎呦太烦了兄弟们，这个寻声守卫，要不然我们它宰了吧，气死我了，好烦。我们把地板全部都换成草方块，这挖掘疲劳也又来了。换好之后呢，我把这些植物给它种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在角落再来给它种一棵树，这边放下树叶，来来来，让一下。哎，好的，然后把蜂巢放在这边啊，这个蜂巢呢可以让这些蜜蜂来休息啊，它们就会钻进蜂巢里边。看到了没有兄弟们，有两只蜜蜂已经进入到了蜂巢里边，它们在里边休息啊。然后这边有个草方块比较哎难受啊，把这边改一下。好的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蜜蜂已经收集完了，那下一个房间呢就是用来收集蝙蝠的，把这边放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就下矿收集蝙蝠。走了走了，我们下矿去收集蝙蝠。这边有一些凝灰影啊，这个东西呢可以用来装修蝙蝠的房间，我们把这个东西挖一些，挖了一组临时四个应该够了。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蝙蝠。哎，有蝙蝠啊，但是这边的怪也比较多啊，算了吧，我们不过去了，这个蝙蝠到处都是啊，不用管它，我们再找一下。
哎，看到蝙蝠了，来用拴绳把它拴起来。哎，拴绳不能拴蝙蝠吗？兄弟们，我点不动。等会儿，我们来做一个船啊，看一下船能不能把它困住。来，它脚下放一个船，看一下它能不能进去。它没有进去啊，啊，这怎么办？来，鱼竿，拿鱼竿把它吊住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拉到船上边。拉，再来一下，拉。哎，难道说船也上不了吗？如果这个船不能困住它的话，我们就不收集蝙蝠了，因为这个蝙蝠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打造一个房间，然后让它自然生成。啊，看来蝙蝠是不上去的，那我们下期就收集月灵吧，这个蝙蝠我们先放一放。那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